剧中，小31岁娇妻杜心凌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家人一起吃饭的场景，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。当日张继中、杜心凌和儿子马丁坐在一起吃饭，一家人的互动也非常有爱。视频中，杜心凌站起来给张继中夹了饭菜，是贤妻良母的样子。再是张继中反过来为杜心凌夹菜，后又给儿子马丁递了饮料，一家人互相夹菜，其乐融融。虽不见杜心凌的亲儿子和女儿，网友却表示这样的关系太让人羡慕了，又夸赞杜心凌看上去不像后妈，反而更像是亲妈，有章子怡那个度量。杜心凌晒出这段视频，或许想向外界展示出自己家庭和睦的一面，但在网友看来却表现得十分刻意，理由是连吃饭都有专人摄像剪辑。喜欢就订阅呗。